非常感谢这个王院长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这个后疫情时代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个很鲜明的就是美国加息的动作，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7月份的时候是第四次。其实连续频繁的加息呢，也是不断的引发了世界对于这个美国国内经济通货膨胀的一个担忧，以及它的危险会不会逐步扩散到全球。其实呢，经过美联储的这几次加息呢，我们看到亚洲股市也有一些反应，包括这个欧元区的有一些贬值，然后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一些担忧都是在逐步的体现了。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美联储频繁的加息对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呢？我觉得这次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主要还是为了应对本国的一个通胀的上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次美国国内通胀的上升，它跟以往的经济周期下通胀的上升还不太一样。那么这次除了整个能源价格的上升、俄乌战争的影响之外呢，还有几个新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觉得一个因素呢，就是目前呢各国的这个民粹主义的抬头。和反全球化这种形势的兴起使得全球的这个生产要素不像之前那样可以在这个世界全球各地畅通无阻的流动。那么同时呢，各国各自的这个竞争优势呀，因为这种反全球化的这个兴起也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去降低这个终端消费品的价格。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种民粹主义的抬头和反全球化的这种兴起，它背后。又是过去这几十年下来，整个全球化蓬勃发展所导致的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所造成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过去的这个10年，无论是从这种科技的创新上，还是从能源技术的这个生产技术的创新上，都没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新的变革。它不像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的这个互联网的兴起，那一次有一个互联网这个新兴技术的兴起。使得很多企业的这个组织架构产生了变化，也产生了这种所谓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那么10年前，大概在2008年前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这种新的突破，导致了当时这个页岩气开采成本的大幅下降。那么这也降低了这个能源的价格。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些过去的10年之内呢，并没有出现。像上世纪90年代的这种互联网技术革命，或者像这个08、09年出现的这种页岩气开采成本的大幅下降，这种能源生产技术的这种变革，这也会导致目前的这些生产要素的这个价格上升，导致这个通胀的上升这些主要的因素呢，短期内我觉得都不是太可能很快的消失或者解决。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一次美国接连几次的这种持续加息呢，它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加息对于缓解美国的这种高通胀的这个效果啊，目前看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你刚才提到的，随着加息累计的这个幅度啊，在不断的扩大，它就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资金在回流美国，那么直接导致我们这个新兴市场的这个资金外流，包括也出现了在欧元区这个货币欧元的这个大幅贬值。但是对于美联储来说呢，我觉得在短期不能解决这个根本因素的这种前提下，目前好像也只能用这种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也那么这样做的话，它也会给我们国家、给我们中国带来很多挑战。因为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人民币呢，随着外围货币的这个汇率的变动，出现了一个贬值。目前来看，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还是应该说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人民币贬值呢，对于我国的这个出口市场是一个利好，但是另一方面应该也看到，因为整个外围的这个汇率的贬值，那么我们目前在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占到整个我们国家 GDP 的这个比重，已经从20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反而呢是其他的这些主要的这个市场，包括欧洲，包括东盟的新兴市场。成为我们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如果这些市场因为美联储加息受到一些负面的冲击呢，它也会对我们国家呢，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出口造成一个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应对这样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扩大我们在对外贸易中的人民币
互换规模，从而以规避汇率的风险。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发掘我们国内的一个消费和投资市场，来降低外围市场的波动对我们的冲击。嗯，理解。所以您认为，其实美联储现在的加息是它不得不使用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从根本性上，它还没有缓解到一个根本性的致命的问题。是的，因为这些根本的原因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积累的问题。那么，短期的这种解决方案也只能是通过货币政策不断的加息啊，来这个饮鸩止渴。明白。那我们再聚焦到这个国内的资本市场啊，其实好我有了的。解到，您其实对于资本市场的这个改革以及对于公司治理方面都是有很高的建树的。那其实近几年我国资本市场一个最鲜明的就是注册制嘛，其实我们从09年到现在其实已经过去了3年多的时间。那您是怎么评价说我们当前的这个注册制改革的这个成效？另外呢，我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截止到这个月的7号，科创板呢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60家，然后它的 IPO 的累计募资金额呢已经有6800多亿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量，那您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发行速度和它的募资金额是否和以往相比是一个过快的一个表现？那在这种过快的、比较快的这种这个上市的速度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以及针对目前科创板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股价的炒作啊，还有大股东配合的减持套现啊，对于这些当前市场上存在的问题，您认为需要如何改善呢？首先，我觉得在过去这3年，注册制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个相当的成效。有一批科创类的这个企业，或者是在硬科技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或者我们通常叫隐形冠军呢，得以在资本市场去挂牌上市。那么一方面呢，挂牌上市使得这些科创类企业有了一个直接融资的这个畅通的渠道，可以呢在企业中早期最需要资金投入的时候呢，进行扩张和扩展。另一方面呢，硬科技企业在二级市场不断的挂牌上市，也给资金在一级市场上，特别是像创投、风投类的这个投资基金的投资导向，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注册制改革前呢，一级市场创投、风投的这个投资倾向还是比较集中在模式创新的互联网企业当中，但是注册制改革之后，特别是科创板的落地之后，使得硬科技创业企业的退出渠道变得通畅，从而呢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创投、风投类的资金啊，越来越关注科创类的初创企业。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在金融市场上的一种激励机制，去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流向科技创新企业。那么这对提升我们整个国家目前在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由量到质的整个变化过程当中，去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科创板呢，到目前差不多有3年，一共有460家企业上市，这样算下来，平均大概每年是150家。那么150家从数字上看，占到我们目前整体上市公司总体存量的大概5%。应该说，这个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啊，特别是如果我们去拿这每年150家的增量跟更多的拟上市企业的数量比的话，这个比例应该会更低。那么，的确，除了数量之外，我们的确应该是去更多的关注上市企业的这个质量。比如说呢，通过科创板上市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这种科创类的属性到底有多强，有多少属于硬科技的这个公司？那么企业的成长水平啊和经营状况，以及它的这个公司治理结构啊是否完善等等，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些指标。最后就是不论是在哪一个市场、哪一个资本市场、哪一个板块，我想总是会有这种股价炒作、减持套现的现象啊，因为资本市场上我们知道这个投机行为啊，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要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应该说我们的监管层做了很多的工作哈，比如说加强资本市场的这个监管和处罚力度，针对信息披露提出更高标准的一些强制性的要求，要建立上市公司的一些这个退市的机制，以及呢，前段时间以及现在已经正在做的引入投资者的这种集体诉讼索赔的赔偿机制等等啊，
那么另外我想在这个市场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些成熟资本市场的做法，在适当的时候呢去引入个股融券的一个做空机制啊，这本身就会让市场自己呢有一个平衡机制，去制约一些不理性的这种股价炒作的行为。了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也是从股市然后引发出来的一个思考啊，就是其实经历过了这三年的疫情冲击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都是倾向于储蓄，保持自己一个稳定健康的现金流，而不是再去大举消费了。那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居民消费倾向改变的一个市场中呢，我们的股市您觉得未来出现牛市的概率还会更大吗？另外就是您认为接下来比如说今年或者更长远的一个周期来看，您认为 A 股市场这个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在哪里？我是觉得在经历这个疫情的冲击之后，不论是在企业这个层面还是个人消费者这个层面，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种求稳的心态。那么在这种求稳的心态下呢，企业还有这个个人消费者，他首先关心的是要降低自己的负债水平，保证自己本金或者现金流的安全。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觉得短期内我们不应该去期待这个资本市场上有一波大的集体亢奋情绪的出现啊，反而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资金会更关注跟我们日常生活消费息息相关的行业和企业，同时呢，也会更关注这些企业估值的合理性啊，如果他们的这种估值太贵的话，我想机会应该也不会太多啊。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资金也会比较关注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提升质量的过程当中的这种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啊，有核心技术的这个硬科技类企业，以及呢与我们国家这种碳中和、碳减排、双碳政策相关的一些盈利和成长都比较理想的上市公司。那您刚才提到了双碳呢，针对这一块也想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就是由于双碳目标的提出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内这上市公司呢迎来了一波新的机遇，就是 ESG 这个发展机遇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实 ESG 进入中国的时间呢它并不是很长，可以算是一个舶来品。目前您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个 ESG 的发展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另外就是在和国际上先进的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存在了哪些差距？那针对这些差距，我们应该如何去探索去构建一个健康的 ESG 生态呢？好的，我觉得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这个 ESG 的发展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前期的阶段，跟一些成熟市场相比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要建立一个健康而且是完善的一个 ESG 的生态呢，它不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单方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不同的这种利益相关方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配合来完成啊。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从需求端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激励更多的关注 ESG， 或者是至少把 ESG 作为这个选择投资标的的其中一个指标的这种长线的投资基金啊。那么这样可以从这个资金端呢引导企业在微观经营的一端更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问题。那么当这个市场上，当这个投资市场有这样一种关注 ESG 的投资导向之后，这个资金就会流向 ESG 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推升它的估值水平。那么当一个企业的估值水平提升之后，这个企业的融资成本自然会下降，那么这个企业也自然会更关注 ESG 的这个发展啊。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迎合资本市场对于 ESG 企业的偏好而去做 ESG， 也会产生一些短期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有些企业可能去做一些所谓的漂绿的行为，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它的这些动作、这些行为、这些投资实质上并没有提升环境、治理和这个社会的这个水平，但是呢却被这个企业包装成企业的 ESG 行为啊，所以经常会看到这种漂绿的行为。所以在企业端呢，的确还需要一些更加标准化强制性的披露来对这种漂绿行为进行约束。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鼓励媒体等外部的这种利益相关方呢
对企业的这种 ESG 行为呢进行外部的一个监督和约束。那么回到企业的这个内部，我觉得应该是从董事会这样一些内部的内控和治理的层面，比如说在董事会考虑设置关注 ESG 的这种专职委员会，让企业在这种环境社会治理的这种改善上真正落实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啊。那么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企业说，我现在在做一个 ESG 的这个投资，在我的这个工厂和办公楼顶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我觉得这种投资当然是好的，但是远远是不够的，还要应该去考虑整个企业的这个产品在生产使用过程当中它所能造成的这个碳排放对其所有的这种碳排放整个链条上的碳排放进行关注和降低啊。那么最后从消费者的这一端我们也需要培养我们个人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对 ESG 的关注，要认识到这个气候变化、贫富差距这些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对整个的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让消费者愿意去为关注 ESG 企业所生产的这个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付出一个溢价所以如果这三个方面，从资金、从企业、从消费端，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能够扎实的落地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去关注 ESG、 提倡 ESG 的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健康的生态。了解了，也就是从资金、消费还有企业内部三个方面来共同完善和促进。是的。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说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上市公司在这个 ESG 信披上可能会存在一些漂绿的行为，但是呢这个 ESG 评级呢又和这个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其实在外界看来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那您是如何看待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那 ESG 和这个投资价值之间的一个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它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可能会推出一套 ESG披露的一个这个完整性的准则。那您觉得目前在国际上呢，这个准则一旦落地了之后，那对于我国的这个 ESG 的这个投资，您觉得未来会带来哪些影响？之所以会出现现在一些上市公司这种 ESG 漂绿的行为，我想跟上市公司 ESG 的这个披露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不太完善是相关的。不论是国内的上市公司还是成熟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在 ESG 的这个披露上啊，都存在一些标准不统一、披露不强制、监管未覆盖等几个方面的这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证券市场对 ESG 怎么去披露、披露什么内容啊，都没有一个强制的这个约束性的标准啊，企业在这个方面它自我选择的这个余地是比较大的。但是另一方面 ESG 它不像这个企业的会计和财务利润那样可以比较容易统一的无争议的去度量，比如一个企业在这个碳中和方面的这个披露，它到底是需要披露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还是需要也要考虑在整个的供应链上下游的一个碳排放，那这两个不同的统计范围它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差别。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根据这个商业周刊报道的数据啊，美国有一家上市公司叫通用电气，那么他披露了2019年在他整个企业自身的制造业务当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碳的排放量呢是240万吨。但是你如果考虑通用电气他在生产过程当中所用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他的这个碳排放，以及呢他所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到这个下游的客户啊，比如说他生产的这个火力发电机用到了这个下游的发电厂，那么这些发电厂在发电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巨量的这个碳排放。如果把所有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的这个碳排放全都加总的话，应该说这个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240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占到整个总的排放量的比例只有2%。所以你如果用这个企业自身的这种披露数据来衡量，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一家 ESG 做的比较好的公司还是比较差的公司，用两个不同的这种范围呢，你会有不同的这个结论。所以作为企业来讲，它一般会自然去选择负面信息比较少的这种指标去披露。那么其实 ESG 有些方面呢，这个它也不像财务指标那样可以量化，比如说这个 ESG 当中的这种社会关注问题，对吧？
像是企业对于员工健康安全的关照和这个工作技能这个培养，那这些东西它是贯穿在整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和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通过一个具体的这个度量的指标呢来进行一个量化。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企业披露了它的这种会计利润和财务指标，它是可以由外部的这个审计师，比如说像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但是 ESG 所披露的这些东西呢，内容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有公信力的外部机构呢，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审计。那么另一方面，财务数据的这个严谨性和真实性，它受到比较多的重视，主要是因为这个财务数据一旦造假或者失真之后，它会让投资者的这个财富受到损失。那么投资者是把这个真金白银投入到企业当中，在这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下面，股东投资人是最应该受到关注的这个利益相关方。那么 ESG 数据的失真似乎对于与其相关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这种直接的财务损失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呢，目前来看这个 ESG 并不像财务数据那样这个真实性受到这个投资者的一个重视啊。那么总结下来，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可以从监管的这个角度出台一些 ESG 的最低的这种披露的强制要求啊。另外就是需要这个强调，在这个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 ，ESG 的披露这些指标量化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这个泛泛的一些文字描述的披露啊。它可以像这个会计准则一样，由监管和这个行业的协会去统一出台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比如说像制造类这个企业，它关于水污染指标的披露，它可以包括很多指标，量化的指标可以包括这个企业的用水量，可以包括这个企业循环利用水量的这个所占的比例到底是用的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以及呢可以用这个用水的强度，也就是它这个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用水量除上它整个的销售额的这么一个比率，它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可以进行和量化以及标准的这个统一。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目前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计划在今年年底出台一套ESG 披露的准则。那么我觉得这个准则出台之后呢，我们国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准则的制定框架，在适当的时候推出适合中国上市公司的ESG 的这个披露准则。最后其实也应该像是这种财务造假所建立的一些赔偿机制一样，也要建立这个企业对于 ESG 严重负面事件的适当的一些索赔机制啊，比如说之前发生过这种石油公司海上石油泄漏的这种严重的环境污染的事件，那么需要有专门的一些机构代表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社区进行这个损失赔偿的这种赔偿机制，从而提升企业对 ESG 的重视程度。明白。另外一个想跟您这个请教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其实从19年这个发展纲要出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年了。我有关注到您之前曾经说过，说粤港澳大湾区很可能成为中国下一个主要的科创中心。我不知道当时您说出这句话的这个参考的是基于哪些这个因素来做出这个评判的。另外呢，就是您认为当前3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个建设成果您觉得是怎么样的？那与国际上一流的那些湾区相比，我们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您对未来大湾区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有哪些建议？好的，其实我们从全球来看啊，不论是硅谷还是这个波士顿地区还是这个德州的这个龟山地区，那么如果要想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呢，需要具备几个因素。一个就是有大批的这种科创类的企业，有这种产学研的这个落地。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呢，从这个深圳以及大湾区的一个产学研的这种逐渐的推进以及产业链这个全链条的布局，应该说是有一批这种初创型的科技型企业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另一个要素就是要有资金比如说像硅谷的话，它实际上是承担了整个全美的40%的风险投资的这种集中地有40%的风险投资的融资呢是发生在硅谷啊。那么从大湾区来看，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财富的聚集地啊，不论是这个从深圳的这些财富管理的规模，还是从香港澳门的财富管理的规模，
我觉得这个资金聚集也具备了啊。另外就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运营机制，应该说大湾区是目前来看，在整个中国来看，市场化运营呢是比较到位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种内在的活力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么从这几个因素，我当时分析，我觉得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下一个这种科创的这种中心啊。那么我觉得3年下来，不论是从这个创业板注册制的落地，还是这个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系列推进这种深港科创合作的这种项目的落地，以及到最近我们看到前海管理局跟香港的这个财库局联合发布了一个支持前海风投创投发展的18条措施。我觉得这3年下来，应该说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和政策的配套，还是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啊。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河套深港科技的这种创新合作区，就充分利用了香港几所全球知名高校在科研方面世界领先的一些领域呢，去吸引这些高校的研究人员、技术成果呢，在河套地区进行产学研的落地啊。这里面包括了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以及那个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啊等一批这种在量子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新能源啊、工业软件一系列这种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产业落地，可以说在河套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创新，它就是利用香港在前沿科技研究和深圳在这个产业链布局健全的这样一种优势啊，形成一种互补，那么就形成了这个资本、技术、人才、信息这些关键的要素可以流转起来，为科技创新注入一个持续的生机勃勃的活力啊。当然呢，应该看到与国际一流的这种科创的湾区相比呢，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当前也的确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资金流动上，如何让这个资金更好的、可以更便利的双向流动，去吸引国际的这个资金呢，投资到大湾区本土的科创类企业，并且呢，可以创建一种比较便捷的、友好的这种退出的政策，从而鼓励这个资金向早期的风险比较高的初创类企业去倾斜。那么这些都是接下来可能又要去解决和研究的问题。目前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前海跟香港财库局出台了一些这个建立科创风投中心的这么一些配套政策，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发展方向。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资金的吸引，那肯定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那在粤港澳大湾区呢，我们有深圳和香港两个证券交易所。其实这两个交易所的对资金的吸引力呢，是这个显而易见的。那您是否认为拥有两个证券交易所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深圳和香港，虽然我们的有两个这个证券交易所，但是它其实它的制度啊，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都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那您觉得，这种不同如何转化为我们应该利用的优势，并且我们应该如何发挥这样的优势，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呢？好的，雅欣。的确，我觉得有两个证券市场的话，应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吧。应该说，它为风投创投企业的这种退出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这种条件啊。那么另一方面，两个证券市场在制度生态和金融的监管上的确是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它主要是以港币来交易，那么投资者呢又是以海外机构投资者为主。所以它这个股票的这个定价和估值啊，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所以它更适合美元的这种风投创投的基金的退出，也更适合我们这个产品和服务是针对海外市场的，在海外市场有覆盖，想做国际化的这个中国企业在那里去上市退出。另一方面，深圳证券交易所我们知道是以人民币交易，那么投资者是以国内的散户和机构为主，所以它整个的这种股票的定价和估值呢，是在国内的这个定价体系之下，普遍应该说是高于国际的证券市场，也比较适合国内的这种本土的创投风投的退出，同时呢，也适合这个国内的一些成长性的这个企业啊，尤其是
它的这个产品和服务是主要针对国内市场的一些拟上市公司。同时呢，应该看到就是有一些目前我们国家的战略性行业，因为目前还有一些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所以这些企业呢一般会采用我们通常讲叫 VIE 的这样一种架构吸引外资投资。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在香港市场上退出也是一个十分匹配和合适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这两种不同的交易场所、交易制度以及这种监管的环境，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退出机制，对于去鼓励资金投入到这些科创类的企业当中是十分有利的。那么另一方面，在证券市场的这个监管上，随着国内这个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一个逐步的一个推进，在我们在证券市场的这个监管呢，也逐步与香港的这么一些国际市场去接轨，特别是这个通过投资者集体诉讼等国际通行的做法呢，使得上市公司欺诈损害股东利益的违法的这种成本大幅上升，这样做也使得国内的资本市场能够更好的去吸引优质的企业、公司治理这个完善的企业来到这种资本市场上融资，从而带给呢投资者更多更好的一些选择，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进一步去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股票市场。明白。好的，非常感谢王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